大家好，我是爱元神，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元神导人圆盘引理活动攻略第五天低配零售号复集高能元素元神 4.8。 今天是导门圆盘第五天，今天这个只能说非常好打。来，先跟你们看一下队伍配置，主 C 水龙王能打两队，然后第三队自己带一队，自己那一队，但第三队基本上是用不到的，第一队跟第二队就能5000分打满。然后重新说龙王这两队啊，你需要带三个不同属性的挂件来触发龙王的被动，然后打的时候你要先把水龙王放在后场5秒，触发一下他的武器被动，好，后台5秒以后会增加生命上限32。来，配置的限定器看一下这次选什么 buff。 水龙王主 C 的话就选生命啊，然后第二个 buff 选第四个普攻重击增伤，中间这个 buff 选巨怪。好，开始挑战。修索拉努塞伊塔萨格连农七只哥哥阿纳塔多多莫尼萨鱼伊尔科阿谢达格尼耶诺曼蝶子乌卡蝶拉塞塞斯爱伊勇诺那个吉里尤克罕人吉斯铁乌达纳西哥德达达西哥德永南无米格阿姨说你那一号能可以杀了的永美可能与诺你永米格也与马德。花よ、に咲いた、花ば、の涙、よかせ、ささやく、よ、いい、いし、ゆくりか、たしらぬ、さんてつ、うてらして、か、なしいよ、の、なか、さりじゅ、歌一步其实看这次那个被一多是个的有没有你的爱的美那一好呢可因撒烈大眼泪可能一努力有没有一缕马的七第九个汉南七子格尼他那是个的亚瑟是个的有没有你的阿姨的雨那一汉的不会在里的用人火诺一脑女就米盖女莫的就走啦你在意他哈那巴那诺那米啊